我是公关猎特谈的109年10月2号，那个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士林站8:36出发的是1314，开往大安的 C38 型高年型刚刚的时间是。在士林站十一号往大安，往大安的 C38 型高年型刚刚的时间是1514-1513编组的高年型刚刚的时间是。还有我答案的1314，在新站关闭车门就到，拜拜。